太出色了，我也要向您学习。计策之中吧。好，立刻展开防御阵型，迎接即将来临的战斗。摧毁敌人吧。任何人都休想阻挡我们的前路。真是位劲敌，在下乃军神之子，绝不能在此败退。大家不要大意，务必死守父亲托付的樊城。完成，但还不是结束。敌人看上去像是刻意撤退，虽令人在意，但总算夺回了城池。将军被关羽军生擒了。棋差一招啊。该如何是好？徐公明率援军前来。曹仁将军，您没事吧？哦，徐晃大人。哎呀，太好了，一直在等你呢，徐晃大人。有你做援军，我们就放心多了。曹仁将军和满宠将军都平安无事，真是太好了。二位坚持至今，辛苦了。在下已命援军在宛城待命，
只要与我方一起行动，便可扭转战局吧。啊，太感谢了。但是樊城已被彻底包围，您到底是怎样进入城内的？敌人的布阵的确完美，但是存在着一处破绽。在下就是突袭那里来到了这里。破绽？难道是……曹仁大人猜得不错，这处破绽恐怕就是庞德大人开辟的活路。既然如此，自然不能浪费他的一番心血，我们也要竭尽全力与宛城的友军会合。庞德战死，于禁降服。汉中一战后，情况就一直如噩梦一般。但是，庞德将军展现出的风采，提升了樊城士兵们的士气。只要获得了进攻的机会，便可一举扭转战局吧。机会，现在不就来了吗？朱一峰，代替吕蒙将军前来拜见。我们孙吴已在江陵排兵布阵，阻截了关羽的退路。我是曹子桓，我要代替父亲曹孟德，为你们如约行动表示感谢。哎呀，形势瞬息万变，现在收到了新的情报。据说关羽终止包围樊城，开始向成都方向撤退。哼，关羽是怎么回事？看来是得知孙武打破盟约，所以痛快地撤退了。哎呀，关羽迄今为止一直持续猛攻荆州，应该不会因为失利而撤兵吧？既然如此，首先应该向益州请求援军。大概出于某些原因，以至于无法继续战斗了吧，比如兵粮耗尽之类的。无论什么理由都无所谓，绝不能让他逃了，立刻追击吧。你叫朱一峰是吧？我们接下来要去攻打关羽，希望孙武也能一同起兵进攻。我明白了，虽说如此大雨根本无法使用火计，但我们孙吴的气焰定会紧紧围住关羽。出发！现在是时候与关羽一决雌雄了。为了开辟主攻之路，只要斩杀军神关羽。
您真是大展神威。不必抵抗，我师父。防御吧，我绝不会让任何人通过。即将去攻打敌军的要地，我们出发。不必抵抗，我们在做出援护之前撤退。关羽将军，祝您如愿昌隆，请你们守护到底。关羽将军，对不起。小师吧，小师吧，不足挂齿。哇，您真是大展神威。我们已经成功压制了武陵。城父的援军需要穿过此地，所以绝不能让敌军压制这里。消失吧，不必抵抗。援军之路被封锁了，关羽将军，希望您平安无事。敌将已被我击败。不足挂齿。消失吧，
此地也列入我的祭祀。表现真是太精彩了，让我胆气为之一壮。太出色了，我也要向你学习。
计策之中吧。目标应该就是此地，弟兄们，加强守卫。是吧？许军设置了路障，必须破坏之后才能继续进军。是吧？向您学习。只能撤退了。
小师傅，对不起，你一定要平安无事。成功阻止了他们的会合。小师傅，这下与关羽的对决，你能轻松一些。我们去攻打敌方阵地。各位，跟我来。不足挂齿。太出色了，我也要向您学习。目标是那里，大家冲啊！说的是那里吗？虽然没什么自信，总之先出发吧。止手为止吧，我才不会让你们接近父亲。有失过，我们也想助父亲一臂之力，因此我一定要在此将你们击败。这样啊，但是对不起，你们葬身于此了。我们压制了被蜀将防守的道路，可以在这里阻止敌人的援军了。这样啊，真是太好了，这样就可以集中精力对付眼前的敌人了。我们能拦住敌人，抱歉，没能帮到他，还是没能帮助父亲，简直太不成熟了。不足挂齿。有事吗？真是精彩的表现呀，了不起。才是真正的三国无双啊。岂能输给你们？我
们也绝不会将麦城拱手相让。久等了，是宛城派来的援军。哦，太感谢了，来共同攻陷麦城吧。防御吧，绝不会让任何人通过。你们展开防御阵型，抢先即将来临的战斗。有失败。满城被都怪我太不中用。老大，对不起。敌将已被我击败。不足挂齿。目标已经确定，打乱敌人的阵脚，瓦解其斗志。有失败。
的险境，我都不会放弃。我要活着回到兄长身边，实现誓言。报告，襄阳的官皮大人战死。小石风平，对不起，我绝不会让你白白牺牲。不足挂齿。死了，关羽死了。您在替他可惜吗？不，他是一位旷世的英雄，但同时也是我的敌人。既然如此，他也不过是被我跨越的一个人罢了。您是说乱世本来就是这样吗？嗯，不过天下格局会因此事而大为改变。关羽已死，有一天我和刘备等人也会死去，而子桓和你们这些人的时代就会到来。那时候天下又将会是什么样子呢？
一想到这里，我就满心期待，同时也满心遗憾。那么，您想要一直见证天下的变化吗？当然。只是人生有限，无法如愿罢了。不过也正因如此，人生才要燃烧出光辉来。对了，司马懿，你怎么看子桓？他能继我位吗？殿下天资聪慧，非常人能比，只不过殿下的目标似乎和主公有所不同。这也无妨，坚持走自己认准的路，才有资格继承霸业。来喝一杯吧，为逝去的岁月，也为终将到来的未来的新时代。药店，军神关羽命丧麦城，帮助了曹操的孙权，如约获得了大半个荆州，但是破坏盟约，真是太不幸了，都不知道主公当初以时日不多，直到最后都没能报答他的恩情。文烈，唉，汉王朝的气数要到头了。不要胡说，当心被曹家人听到。你听说了吗？曹丕大人要称帝了。咦，那现在的陛下怎么办啊？难道说，听说曹丕大人向陛下提出禅让皇位？开什么玩笑，谁会主动让出皇位？肯定是曹丕大人向陛下施压了呀。那他之前拒绝陛下的禅让也是为了避嫌？曹丕大人真是可怕。就是说啊，他真是个大坏蛋。
曹丕大人，寿善台已经准备完毕。寿善台啊，我就要在那里接受皇位了。此举定能将汉室的终焉及魏帝的诞生告知天下。报告，拥护皇帝的那些家伙行动越发频繁了。看来是有人在背后煽动他们啊，这样强行接受禅让只怕会招致动乱，必须尽快想出解决之策。仲达所言极是，为了曹魏及崭新的治世，必须铲除反对我即位的人。现在关羽已死，吴蜀关系僵化，正是整改魏国内部和巩固体制的良机，就请各位竭尽全力速战速决吧。我要铲除一切妨碍我称帝之人，就算再渺小也不能放过。我听到了。为了保护皇上，只能拼死一战，就让我们来击倒反贼曹丕吧。多么壮丽的战斗！
被你们发现了。我绝不能被你们抓住。不必抵抗。上古留言的计划失败，哎呀，只能回去向诸葛亮大人谢罪了。敌将已被我击败。您的表现真是太精彩了，让我胆气为之一壮。听说庞德大人在上战场前准备了自己的棺椁。山贼的行当了。正在我们的田地折腾，谁来帮帮忙啊？你帮了我们一个大忙。
完美。哦，您真是厉害啊，根本轮不到我出手。已经没人能够阻止我称帝了，开辟新时代的时刻已经来到。据说刘备自封蜀地，随后立即向东吴开战了。真是厚颜无耻，我们的魏帝明明已经接受了禅让，而且刚刚登基就要开战，还不是为了攻打登上皇位的曹魏，而是起兵攻打孙吴。刘备因为关羽被杀，被私怨蒙蔽了双眼啊！呵呵，我非常明白，这种时候根本无法冷静。子桓大人，不对。陛下，还是叫我子桓就好。文烈，虽然蜀国要攻打吴国，但是刘备会在此战中大败而归吧？咦，那是为什么？我去调查了蜀的阵容，他们沿着夷陵的地形拉长了战线，简直就是在等着被敌人斩断，遭到突袭啊。诸葛亮似乎没有参加战斗，或者是刘备没有听取诸葛亮的劝告，一定是被愤怒冲昏了头脑，没有注意到同伴身陷险境了，真是太悲哀了。哼，就算是悲哀也罢，这对我们而言可是个绝佳的机会。立刻准备出战，我要亲手灭亡蜀国。请等一下，如今子桓大人已贵为皇帝，岂能冒险亲自出征？哼，你对我这个皇帝有意见吗？非常抱歉，请恕我考虑不周，是我僭越了。无妨，你也只是在担心我而已，我怎能因此责备你？不过如果皇帝一心流连皇位，只会坐等亡国，我绝不会犯如此愚蠢的错。我要通过此次亲征来证明魏帝与汉帝的区别。Thank you.
微臣恭贺陛下登上帝位。叫什么陛下，你我之间不必拘礼。是。仲达，我问你，为何我父亲曹孟德会止步于魏王？只要他想，禅让应该是易如反掌的事。曹操大人的目光主要集中在恢复治世上面，为此目的维持汉室，恢复权威，恐怕就是他心中最有效的手段了。那个汉室已经腐烂透顶了，与其探寻未知之术，不如寻求已知的安稳。所谓人心，大概就是这样的吧。答得好啊，仲达，这下子我更加确信自己未来该走的路了。我不会仰望任何人，也不会膜拜任何人，我要用双手将天下改变一新。曹魏的霸业现在才刚要开始呢。据说蜀军在夷陵大败，刘备也在白帝城离世，现在应该趁此机会从五个方面调遣军队，彻底消灭蜀国吧。五个方位，这个计划的规模也太大了。此外，为了迎接与蜀国的对决，我建议迁都洛阳，这样在联络、兵战等军事政治领域也有所帮助吧。那好，讨伐蜀国的战略与迁都一事就交给仲达安排了。遵旨。各位请前往街亭，等待下一步的指示。虽说讨伐蜀国和迁都都在情理之中，但为什么陛下只听从司马懿大人的建议？再这样下去，曹魏都要被司马懿大人掌控了。